看看新闻网。香港金像奖之后呢，谢霆锋和张柏芝的感情纠纷一度占据了各大新闻版面的头版头条，而今年终于拨开迷雾见彩虹了。我们不断地听到两人复合的喜讯，尤其是这两天一家四口的合影又见诸报端了。今天更有消息出来，说是张柏芝写了整整3页的道歉信来求和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一起走进今日潮报。谢霆锋和张柏芝两人离婚已经1年，然而关于两人复合的传闻从来没有消停过。最近某媒体微博再次爆料，张柏芝为了